头吃着霸王，基隆市长谢国梁与民进党立委黄珊珊肩并肩坐彼此旁边，踏进门前，甚至戴上玫瑰花赴约。七夕情人节送朵玫瑰花，应景一下，好交情不在话下。黄委员来基隆，大家一起吃个霸王，然后交换一些基隆市政的意见。谢谢哦，谢谢你们，我们一起努力。只是罢免案缠身的他，除了每周与民众党籍民代同框，传出原先规划九月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合体，如今柯主席先是被控涉嫌图利，又被曝成立人头公司与报假账争议，若再找对方合体，是否弊大于利？今天有争取到柯主席来帮忙站台吗？我的车呢？那我走这边好了。有，我们都会请大家都来帮忙，谢谢。他不会有任何操守上的瑕疵，我们的政策是对的。那当然，就市政部分，对的本来就应该来跟互相沟通。听说谢国梁市长有意要找现在如火如荼、业绩长虹的木可公关公司的柯文哲主席来基隆帮他站台，如果属实，那也就表示谢市长真的累了。想要休息，要转换人生的跑道了。听闻谢国梁敞开双臂欢迎，绿营似乎很开心。不过谢国梁也加码反击，整起罢免行动还不是因民进党而起。民进党其实从头到尾都针对我们基隆的罢免案是积极参与的，最后就是民执政党想要重选的一种方式跟方法。这是他们脑补出来的结果，如果他们拿出来是民进党主导的这个案子的话，我想对他们是大加分，有证据就拿出来。要指控，请先拿出证据。但不管是绿营或是罢免团体，谢国梁似乎都已准备好正面迎击。TVBS 刘玉君、高子阳、杨佩玉、凤伟，激动报道。TVBS 大运动家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豪，马上下载，跟中华队一起 all in。